下面轮到昆当先生和他的弟子们给大家说相声了。也是有点多啊，带来的是群口相声一大堆。师傅新来，掌声有请。好，有请。真不会这么热了。是啊，汉奸刚来，那个刚才开始怎么说了？汉奸刚来。今天是古曲综合场。大骗子。为了大学花了很多钱，请了一流的古曲艺术家。今天这个赵洪庄先生是京韵南京韵里边的翘楚，杨凤杰先生，对，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家。是为了从天津把他们老几位请到北京来，让大家欣赏一下真正的传统的民族艺术。是这么晚了，大伙儿能坚持到这会儿不容易。当然钱花了。为什么要弄古曲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爱传统艺术。古曲跟相声是一家的，一回事。要是为了挣钱可以卖六场相声。为什么唱一天戏唱一天大鼓呢？北京德云社致力于传统曲艺的推广。不错，什么人进了门都能坐上听京韵，但是它是有一个条件。什么呀？古曲跟相声发展当中有一点隔阂。不管你干什么工作，多大年纪啊，听相声坐那儿都能听。对，听古曲它需要文化修养，哎，得有层次。不是说你坐着就能听剑阁文流，不是说坐着就能听七星灯。是慢慢的来，茶吃后来咽。嗯，刚开始有人听相声也听不顺，有一个小过程。哎，坚持到这会儿了，大伙儿也都坐住了。其实往心里去的话，您就知道啊，读曲是博大精深，太好啊，多听听有好处。嗯，是不是？听曲艺没有坏人。哎，我们相声前辈马志明先生说了啊，没有听完曲艺出去劫道去。那倒是没有。你看今天在座的这些位都是慈眉善目，嗯，文化修养都很高。当然了，有几位喊的那也是爱我们。因为我知道各位都是有身份证的人。哎，明天是一个比较让我发怵的日子。害什么怕？闭幕式最后一场。刚才后台好多人在劝我，喊俩大夫来，弄个输液瓶子的。我说不至于，哎，说相声能治病，哈哈，这一听就没事儿。哎，不要紧。为什么好多人爱听相声呢？嗯，拿我们当大夫。比如于老师，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妇科大夫。我干嘛当妇科大夫？泡这科吗？我是泡大夫，是泡妇科呀。我说清楚了。讨厌啊，讨厌。你说清楚。他们家里是当大夫啊，但是他跟他父亲有区别。哦，他父亲治那个病都是真正有病了他管，那是没得病归你管。这叫什么大夫啊？这看完你堵得成有病了，跟你爸爸那儿过去。你说我们家的病人怎么那么多呢？是不是？他们老爷子大伙都知道，世代相传著名的一个老西医。老西医，那值什么钱呢？这什么值钱？老中医，老中医啊！北京城过去四大名医，嗯，萧龙游、孔国华、汪逢春、施金墨，哎，四大名医教了他爸爸一个人。你瞧瞧啊！到各地你找去，北京于八爷没有不知道，有名气。那是，到外地人都知道。他们家他人口多，是他父亲这支大排行下来，啊，他爸排行第八，行八啊，嗯，北京于八爷，对，北京八爷，怎么讲？于八爷，告诉我是怎么着？这么不尊重老爷子？你说的这是，你说的，别这么说话，都知道啊。
正因为老爷子净干好事，积德行善啊，才有了于老师这么好的演员。您太客气啊，祖上阴功不显，不说这。你瞧，你客气了，你客气了啊！啊，我这么认为吧。哦，在相声界里边，再想找一个于谦难。哦，我都这样了，现在这个人太缺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话？太缺了。缺什么了？缺少吗？您把那少字带出来多好。缺嫂子。啊，缺少，缺少，我没那么些哥哥，知道吗？缺少。好角儿，您这个艺术家，我希望您多活些年。我谢谢您，给大伙带来欢乐。是，活一百岁。哟，我见您吉言吧，三百岁。啊，三百岁，五百岁。哎呀，五百岁的老艺术家，不倒是观众看见去啊？你看，那就是于谦，看见了。行，动来动来，废话。我躺那儿雇奶姨似的了都。哎，就说很喜欢您嘛，很喜欢我拿脚饭，希望您健康长寿，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健康，尤其说相声啊，身体好是本钱，对，谁健康谁是艺术家，嗯，哪有这么句话？那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，你把那仨熬死，你就是艺术家，好嘛。你等着给他们上坟的时候，你说什么都没人还嘴儿。哎，没人抬杠，也没人骂你，也没人告你，你就熬出来了。这是一个过程，快乐，有个好身体，这是应该的。对，当然了，哪有长生不老的？那倒没有。人死了，家里难过，这是在所难免。但是您记住了啊，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。怎么？人生死交替很正常，这一代一代，谁都有去世的那天。那是。只要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就可以了。您这话对。有的人活着跟死了一样。哦。有的人死了还活在大伙儿心中。哎。于谦就在我心中活着。我在您心外头也活着呢，知道吗？你要不提醒我还忘了。什么忘了？在您旁边没瞧见。就说这意思吧。说这意思吧啊。人都有没了的那天。那是。没了不要紧的。嗯。无所谓。谁都有没了那天啊，你看看那个月亮，哦，它照着你了啊，它也照过古人，月亮就是一个，是不是啊？对对对，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就行。嗯，有的人一死要亲命了，怎么家里活着的也活不了了，干嘛呀？我不活着了，我跟你一块去了吧。想当初他们家就出这事，都出我们家了，这事啊，他祖母去世啊。他奶奶过去的去世、哦、装棺材里边、嗯、用他母亲哭啊，是妈呀，我跟您去吧，拿脑子找那棺材、嗯、棺材这茬没抱干净，这头发勾住了、嗯、妈，我跟您去，我先不去了、哎、那没有先上的事啊，现在这个丧事都从简了，过去尤其有钱的人家啊，打扮这丧事儿，对，停七七四十九天，那是你这啊，到埋那天这人都烂乎了，那是时间太长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现在这挺好，殡葬改革简单，过去家里死不起人，怎么还死不起人呢？你光说念经你就念不起，念什么经？僧道坛尼寺逢经，嚯嚯，这都弄好了，这对着屋里哇连吹带唱啊，热闹，哦，还好听啊，那就哎有艺术性，什么味儿去？你别小瞧这念经啊，念经念好了可不容易。是啊，你是没赶上，我不知道。这样，等你死了，你死之后啊，啊，我们找大伙儿念念经，让观众看一看。大伙儿要想早看，你就早死啊啊！我招你惹你？鼓掌的都是希望，快点。没有啊，来，坐，谢谢各位，我们想办法满足您啊。我就这么高恨是吗？嗯。啊，大伙儿爱听这个吗？我也想听啊，我死了我怎么听啊？你也想听，咱们您学一学这个。没听说过啊，没死人没事学这个嘛，他有这个氛围才行啊，这也有艺术性，您当歌唱的。对对啊，这话说的倒是对、啊、有艺术性是吧？是啊，那得有这个氛围呀、啊、好比说这儿吧，就是你们家里吧，啊，我们家里在这儿，你父亲怎么了？你父亲就是去世了吧？别往自己这儿比划行吗？假的吗？废话，我还不知道假的啊。那你父亲去世了啊，然后这个
这个棺材啊就停在这儿，我爸爸是蛐蛐似的，跟过笼里待着呢，这么点棺材。那别说是你爸了，某人父亲吧，还是某人父亲 啊，老父母父亲去世了，哦啊，您来帮忙来啊，你是大管家，管家这行吗？可以啊，管家行吗？管家行，你真乐了，真乐了，管家来大管家，哎，我办事儿，你这个也不像，你穿着工作服什么的。管家嘛，就这身不挺好？这哪行呢？可以，这大褂找身衣服穿吧。啊，是坏事。对，你给我有个演员叫曹云金，刚才上台了，那是我徒弟，对，也是于谦的干儿子，是最喜欢这孩子啊。你干儿子，我看带着服装呢，他来啊，就是给你预备的，是吗？金子，来，快点把那服装拿走，来啊。来，给你干爹把您制服穿上。这是我的制服，这是我这样穿的，等您死的时候。啊！这孩子特别孝顺。怎么看了？我瞧瞧吧。养儿得计，我就得这计呀！来，嘿，俏皮，俏皮，俏皮。小帽，小白帽。哎，干干净净的。那我拿这，你弄那个，自个儿。不是我吹，真的，天底下说相声，裤子呢？你瞧瞧，裤子就多大了？嗯，这个可以了，把长衫给他穿上。这叫长衫。对。跟事儿？什么跟事儿？这是意大利的财务，你说？就这玩意儿啊？哎，你少跑一趟国贸。国贸卖车。真的好啊。啊！哎，行了，我这腰不跟你似的。要不您脱下来，我穿上。我是管家，我是管家的精神。行，挺好啊！你别走啊！别走，还不走？别走，这个今天是这样啊。家里有喜事儿了。什么喜事儿？喜事儿穿这啥意思？喜事儿呢？干爹，这个这不是换换衣裳捯饬吗？啊，这不能接，不要紧，你是没看惯，家里不常有这事儿。对，准备念汤经，念经啊！你干爹是一个大表，大管家，就甭提这管家有穿这个，来哈。有帮忙的没有？这棚事儿一人俩人干不了。哦，帮忙，来，有吗？来，来帮忙了。哇，你们德云社人这么爱凑热闹。好，宝宝先来。这个今天这个事儿，我家闹什么喜啊？我一看就在这看热闹的，穿红的就出来了。那尼姑那是。闹什么？有什么可闹的？花尼姑。来了，准备吧，大伙儿。这个既然念经呢，像个念的样啊。我这还有个木鱼儿。这个王先生，来，老前辈了，这是啊，真全了。我来给合上啊，合上这大帽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我是合上这个，咱们大伙儿热猫猫了啊，帮着于老师料理一下啊。准备啊，开始了那个啊，我就只等听这个。准备开始。祝你生日生日快乐！生日歌谁过生日？念经吗？这是念经吗？怎么念经里有词儿我听不懂？这翻译过来的，这是真正念经的外国字，你懂吗？怎么念经还有外语？废话，那经都是外国传来的。那我到底听听啊？我听听外国字的。我听这个。好，准备开始。哎，没错。斋主虔诚上香设拜，看戏呀海中举扬声号，苦海滔滔孽子招迷人不醒半分好，
世人不把弥陀念，忘在世上走一遭。一轮明月就在当空飘，为人哎，处事哎，一定要把好孝。首先孝父母啊，更要爱同好。兄弟哎，都不知情钱了，你不可抛哎。我佛耶，如来耶，阿弥陀佛哎。头一天来到鬼门鬼门关，鬼门鬼门关，死去的那个亡魂呐，两眼的泪不干，两眼的泪不干，我佛耶，如来耶，阿弥陀佛哎。第二天来到观音嘛望江台，观音嘛望江台，死去的那个亡魂呐，回也的回不来呀，回也的回不来呀，我佛耶，如来耶，阿弥陀佛哎。第三天来到观音嘛望天涯，天涯。招财进宝，日进斗金。